是这样子，我是法国人，我现在在法国，然后我听周围所有人不停地在说法国是高科技，非常厉害，了不起了不起，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但是我每一次离开中国，我感觉像我过去十年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我前十五分钟刚好想买一个东西给我妈妈，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忘了带我的钱包，我这个笨蛋。Well， 我在中国生活已经八年了，我现在连钱包现金都不用，我直接拿我的手机出来，然后扫一下那个二维码，哒哒，成功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还需要用银行卡，还需要用现金，哎，太笨了，太落后了，实在是。是的，我们在这里也有 Apple Pay， 但是除非你每天早上、中午、晚上在星巴克吃饭， Apple Pay 根本没用。刚刚我去玩了所有的店里面，他们没听过 Apple Pay， 他们完全不知道 Apple Pay 是什么东西。所以腾讯，我真的感觉你背叛了我，因为你让我用微信用上瘾了，现在我回到我自己的国家都已经太落后了，真的太糟糕了。你为什么不过来这里开发？而且不仅是付钱的问题，如果我想发钱给我的朋友们，我用什么 PayPal 或者我转账，这些东西都要花100年的时间，太糟糕了，太落后，而且他们还会扣费。如果我想发一个短信呢，我现在我看了我手机里面，我差不多有7个 APP 同时在用特意来发短信的。我会用一个iMessage 给我姐姐，然后我会发一个普通的短信给我妈妈，会发一个 WhatsApp message 为了群聊，会发一个 Messenger 给我挪威的朋友。It's 太迷糊了，太不Well， 我知道所有人都可以下载微信，但是微信里面的那些功能我们也想要。现在在法国，如果你想买一个火车票或者一个机票，太麻烦了。大部分的法国人都不知道我们有外卖这样的东西，我真的感觉我们有点弄穷。所以腾讯，请你们过来法国很简单。那个腾讯的老板叫什么？马化腾。粉丝们，请你们把这个视频发给马化腾。你们的收藏啊，投个币啊，写个评论、转发什么的什么的，你们比我懂的。但是我想马化腾看这个视频，马化腾叔叔，请你过来我们这里。我去了世界上那么多地方，我去了美国啊、德国啊、英国啊、法国，都很落后，都没有这个功能。我们需要这个，你发明的这个东西真的太棒了，太好用了。现在请你们在这里过来开发一下吧，多好。这个国家难道不好看吗？多美 ！Come on, please。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就去看一下，我去证明，我去问我的法国朋友们。Let's go。Payer dans tous les magasins comme tu veux. C'est avec cette application que tu vas prendre un taxi, c'est avec cette application que tu réserves ton billet de train, que tu réserves ton billet d'avion, que tu achètes de la bouffe si tu veux. En réalité, tu peux tout faire à travers juste une application. Est-ce que si on avait ça ici, tu t'en servirais ? Ça me plairait. Ouais, ça me plairait. Bien sûr que ça me plairait. Ouais, ça me plairait. Ça me plaît. Non, pas du tout. Ouais, grave. Ouais, ça me plairait, ouais. Ouais, pourquoi pas ? Bon, ça me plaît. Ouais. Ouais, ça me plaît. Yeah. Ouais. Carrément. 现在你们都知道了，中国以外的国家也想要这个功能，真的太好用了，大家都非常乐意，大家非常想要了刚刚，因为到最后。